瞅瞅这一片呀，小伙伴们，这也太多了吧！喏，你看，多好的海虹！哇，这个地方发现一只壁虎鱼，哟，有点小可爱呀，太小了，走吧。发现一只海螺壳呀，啊，这个壳上都是刺，嘿，收了吧。这只八爪鱼太小了吧，算了吧，不要了，快躲起来吧，给你拿个石头给你挡住啊。又来一个派大星啊，这个形状有点奇怪，这啥玩意儿啊，好像一条海蛇呀，不过已经搁浅了，我都看见你了，来吧，出来啊，一只小花蟹蟹啊，嘿嘿，这两条鱼好像是发现我了，一动不动，这蝴蝶鱼啊太漂亮了啊，还活的呢，这个白色的大家伙还没来得及握杀，嘿，被我发现了啊，这是一只月亮贝，又搁浅了一堆鱼啊，啊都是活的啊，这是一窝海鲫鱼，你看他们活蹦乱跳的，这个小家伙大家知道是什么吗？还没出月子，太可爱了，喜欢的小伙伴打个666吧。